真佛宗美国西雅图雷藏寺同修阿弥陀佛本尊法，与会大众恭敬合掌，恭迎无上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与会大众唱诵莲花童子心咒。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四平等一起手。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升法王座。师母莲香上师请上座，长老仁波切诸位上师请上座，教授师法师请上座，讲师助教贵宾同门善信大德请就座。今天晚上同修，我们先欢迎贵宾廖东洲大师及朱迪师姐，还有真佛波约站执行长周慧芳律师，依照雷藏寺往常的惯例，请第一次来或很久没有来参加同修的同门，请站起来自我介绍您的法号和来自的国家及道场。我们先从龙边开始。龙边有要站起来的吗？请将麦克风传给他。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剑锋，来自美国北加州下扎雷藏寺。欢迎你来。谢谢。还有吗？师父好，顶礼师父。我是庄软景，来自中国。欢迎您。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龙边没有的话，传到那边还有，后面。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约翰，来自马来西亚。欢迎你。师尊好，师母好，大家好，我是莲花怡晴，来自马来西亚。欢迎你。还有要自我介绍的吗？龙边。
龙边没有就传到虎边这一边来。虎边要自我介绍的请站起来。师尊好，不是啊，师尊好，师母好，我是刘玉磊，来自中国。哦，欢迎您。还有后面的吗？要站起来自我介绍的，请站起来先呢。没有，不要站起来嘛，我看到你们都是很陌生的。好，师尊好，师母好，上师好，大家好，我是葛林香，很高兴我又回来了。欢迎你常回来。好，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大家一起来参加同修。同修南无阿弥陀佛，本尊法开始，观想真佛宗传承，南无大日如来，南无佛眼佛目，南无阿弥陀佛，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莲生活佛，观想世尊以诸佛菩萨注定反光加持，持莲花童子心咒七遍，嗡咕噜莲生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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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四无量观，观想右手边有父系亲人，左手边有母系亲人，后方有恩人师长，前方有冤亲债主，四周有六道众生团团围绕，同修密法，共成佛道。做金醒手印，念清净咒及安土地真言：嗡修利修利玛哈修利修修利梭哈，嗡修多利修多利修摩利修摩利梭哈，嗡瓦热拉丹呵呵吽，南无三曼多摩多兰嗡多罗多罗德维梭哈。念招请咒：嗡啊吽梭哈，嗡啊吽梭哈。Om Ahom Soha， 众弟子一心奉请。南无宏观圣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圣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南无宏观圣面金刚上师莲生活佛。同修主尊，南无阿弥陀佛。同修主尊，南无阿弥陀佛。同修主尊，南无阿弥陀佛。南无中央毗卢遮那佛。南无东方阿处佛。南无南方宝生佛。南无北方不空成就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药师父，南无无极瑶池金木大天尊，南无地藏王菩萨，南无莲花童子，南无观世音菩萨，南无文殊师利菩萨，南无弥勒菩萨，南无金刚萨埵，南无莲华生大士，南无准提佛母，金刚护法，空行诸天神众，十方三世一切佛，一切菩萨摩诃萨，南无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Om Ahom 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是平等一起手。大曼达供养受戒供养受印，观想供品变化无量无边，布满虚空。
三公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同修祖尊阿弥陀佛，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金刚、护法、龙天、空行、下师、六道众生，念供养赞及供养咒，须弥四周并日月，化诸珍宝供养佛，种种增起诸功德，消业速速正菩提。唵萨尔瓦达达嘎达依达摩咕噜那那面扎那堪尼尼耶达雅密。做四皈依观想，观想根本传承上师，历代传承祖师，一切诸佛法宝僧宝结合起来，成为大白光给自己灌顶。念四皈依咒：南无噶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噶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南无噶鲁贝，南无布达耶，南无达摩耶，南无僧伽耶。做毗迦护身手结金刚合掌手印，念金刚手菩萨真言七遍：唵波耶喃遮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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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唵波耶喃遮利。恭诵一遍《高王观世音经》，奉请八大菩萨：南无观世音菩萨摩诃萨，南无弥勒菩萨摩诃萨，南无虚空藏菩萨摩诃萨，南无普贤菩萨摩诃萨，南无金刚手菩萨摩诃萨，南无妙吉祥菩萨摩诃萨，南无除盖藏菩萨摩诃萨，南无地藏王菩萨摩诃萨，南无诸尊菩萨摩诃萨，观世音菩萨，南无佛，南无法，南无僧，佛国有缘，佛法相应，常乐我净，有缘佛法。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神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大明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上咒，南无摩诃波耶波罗蜜是无等等咒，南无净光明密佛法藏佛，狮子吼神猪幽王佛，佛告须弥灯王佛，法护佛，金刚藏狮子游戏佛，报顺佛，神通佛，药师琉璃光王佛，普光功德三王佛，善助功德宝王佛，过去七佛，未来显结千佛，千五百佛，万五千佛，五百花生佛，百亿金刚藏佛，定光佛，六方六佛名号，东宝光月殿月庙尊音王佛，南方树根花王佛，西方造晚神通焰花王佛，北方月殿清净佛，上方五树精进保守佛，下方善济月音王佛，无量诸佛，多宝佛，释迦牟尼佛，弥勒佛，阿处佛，弥陀佛，中央一切众生，在佛世界中者，行诸于地上，即在虚空中，此由于一切众生各令安稳休息，昼夜修持，心常求松此经，能灭生死苦，消除诸毒害。南无大明观世音，光明观世音，高明观世音，开明观世音，药王菩萨，药上菩萨，文殊师利菩萨，普贤菩萨，虚空藏菩萨，地藏王菩萨，清凉宝山一湾菩萨，普光王如来花生
菩萨，念念诵此经，七佛世尊即说咒曰：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真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真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真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真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真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真得，娑哈。尼波尼波得，求诃求诃得，陀罗尼得，尼诃那得，毗尼尼得，摩诃伽得，真林真得，娑哈。十方观世音，一切诸菩萨，誓愿救众生，称名悉解脱。若有智慧者，殷勤为解说，但是有因缘，读诵口不错，诵经。心满千遍，念念心不绝，火焰不能伤，刀兵你摧者，会怒生欢喜，死者变成火。莫言此事虚，诸佛不妄说。高王观世音能救诸苦厄，临危急难中，死者变成火。诸佛语不虚，是故应顶礼。持诵满千遍，重罪皆消灭。后福坚信者，专攻受此经，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诵满一千遍，众罪皆消灭。高往观世音经中，共念三遍往生咒：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斯坦佛比，阿弥尼陀比伽南得，阿弥尼陀比伽南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斯坦佛比，阿弥尼陀比伽南得，阿弥尼陀比伽南。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南无阿弥陀佛耶，哆他伽哆耶，哆地耶他，阿弥尼陀佛比，阿弥尼陀斯坦佛比，阿弥尼陀比伽南得，阿弥尼陀比伽南多，伽尼尼伽伽那，吉多伽尼娑哈。所结根本上师大百莲花童子手印。观想根本上师大百莲花童子三光加倍。持莲花童子心咒二十一遍：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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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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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嗡咕噜连声悉地吽。所结阿弥陀佛定印，先观空。念观空咒三遍：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汉。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汉。嗡娑巴瓦苏达萨尔瓦达尔玛娑巴瓦苏多汉。观想虚空中有红色的种子字谢字放大红光，谢字旋转化为阿弥陀佛深焰红色披袈裟。
站立于千叶莲华台，双手于愿印，慈愿示众生。观想阿弥陀佛眉心白毫相光旋转升空，成一弧形。白毫相光照入行者顶窍，行者全身呈白色水晶透明，业障全消除。观想阿弥陀佛化为一红点，从行者顶窍而入，顺着中脉而下，达于行者的心，坐于行者的心中莲台。此时阿弥陀佛渐渐变大，大致与行者相等，行者即变成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即是行者，二者密密合合，没有差别。此阿弥陀佛心咒108遍，先做此念珠观想。此咒：嗡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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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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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
瓦瑟，嗡阿弥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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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瓦瑟，阿弥陀瓦瑟，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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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瓦瑟。做九劫佛风有三摩地。
加持八大本尊心咒及念佛。Om Ami Deva Se, Om Mani Padme Hum, Om Panamo Nindolin Soha, 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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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ai Samaye Soha, Om Jari Juri Junti Soha, Om Jambala Chalang Chalaye Soha, Om Ahom Beja Guru Bema Siddhi Hum Se, Om Ahom Guru Be Aho Sasamaha Lien Sung Siddhi Hum, Deyata Om Beka Jaya Beka Jaya, Maha Beka Jaya Raja Sam.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南无三十六万亿一十一万九千五百同名同号阿弥陀佛。请大家起念请佛注释起愿文。具德妙善圣尊秘密主，十方世界佛刹成述佛，大悲有情海会众菩萨，或教金刚空行前顶礼。世间三毒炽盛业漫漫，身心摧折轮回苦无休。圣尊明念降生度迷情，三宝遇事微光护群生，人天福田所依金刚身，受戒传法灌顶次西地，佛子祈请主事转法轮，利乐无量无尽众生界。恭送长寿佛心咒二十一遍，回向师尊健康长寿。此咒Om Amanoni Zuvendiye Soha 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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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manoni Zuvendiye Soha So ha, on Amanoni to Wendy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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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 ha, on Amanoni.祝文帝耶受哈，嗡阿玛罗尼祝文帝耶受哈。回向，净愿庄严安乐刹，普济浊世诸有情，西方接引正无生。阿弥陀佛，我敬礼。愿同念佛者同生极乐国，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见佛了生死，如佛度一切。真佛宗众弟子一心祈愿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如来偏洒光明的观路，慈悲加护圣尊佛体健康平安，大乐自在任运，常住世间，法轮常转。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总回向。敬礼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敬礼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敬礼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祈请接引幽冥众往生清净佛国，祈请加持
身体健康，疾病消除，瘟疫退散，病毒退散，祈请加持一会大众，弘扬正法，身心康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天罗神，在罗神，人罹难，难离身，一切灾殃化为尘。愿所祈求，皆能够圆满。祈请加持，病毒退散，瘟疫退散，一切恶缘退散。业障消除，疾病退散。共念三遍百次名咒 ：Om Bhaja Sato Samaya Manu Banaya Bhaja Sato Denu Badicha Zeto Me Bawa Soto Kaya Me Bawa Sobo Kaya Me Bawa Anurato Me Bawa Sarva Siddhi Me Bulaya Cha Sarva Kama Sutta Me Citta Mu Sr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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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Ga Wen Sarva Da Ta Ga Da Bhaja Mami Mencha Bhaja Bawa Maha Samaya Sato Ahom Pei Om Bhaja Sato Samaya Manu Banaya Bhaja Sato Denu Badicha Zeto Me Bawa Soto Kaya Me Bawa Sobo Kaya Me Bawa Anurato Me Bawa Sarva Siddhi Me Bulaya Cha Sarva Kama Sutta Me Citta Mu Sriyan Guru Hom 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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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 Ga Wen Sarva Da Ta Ga Da Bhaja萨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贝吽贝扎萨多萨玛雅玛努巴那雅贝扎萨多德努巴迪查遮卓美巴瓦苏多卡约美巴瓦苏波卡约美巴瓦阿努拉多美巴瓦萨尔瓦西迪美布拉雅查萨瓦卡玛苏查美吉达姆斯里恩古鲁吽哈哈哈哈和巴嘎文萨瓦达他嘎达贝扎玛咪门查贝兹巴瓦玛哈萨玛雅萨多阿吽佩。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二拜诸菩萨。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三拜诸护法金刚。嗡阿吽观想顶礼，回天心善应，四平等一起受。念圆满咒 ：Om Brim Om Brim Om Brim Om Mani Padme Hum。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感谢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同修圆满吉祥。接下来请大家观赏由真佛波耶藏的一段影片。是两段
西藏命中第一法大圆满法的无上密将普现于世间，是殊胜中的大殊胜，完全是净心机，是显空意，是寄身成佛的一圣法。大圆满法的大法轮由莲生金刚上师转动，莲生活佛因师承莲华生大士大圆满法的口诀，并受指示密法普度众生时机已至。即使在密法密授时代，仍挺身撰写这西藏密宗第一法，并于1985年2月，距今37年前，由青山出版社将莲生活佛文集第56册《密教大圆满》一书正式出版。翻开书中页首，有这么一段：我泄露天机，是为了天下众生而犯了泄露天机的众戒。众生全入天上界，唯独我留地狱中，这是我心甘情愿的。看了这句话，不得不令人动容，也足见莲生活佛此生肩负唤醒众生的使命有多么的坚决。同年1985年9月14日，雷声震响十法界，藏我如来显真佛。真佛中第一座雷藏寺在西雅图落成。由于真佛现出雷藏寺，活佛永远在此住，弘法真理从此开，大千海宇尽尘埃。此后雷藏寺灵光万丈，度化众生万万千，莲生活佛实现广度众生的使命又向前迈开一大步。次年1986年农历的2月10日，莲生活佛圆顶出家了。有人问他为何圆顶，他说为度人天众。他期许自己的真佛密法弘扬全世界，盼望天下众生个个成佛。莲生活佛一生辛勤著书传法开示，遍布全球兴建雷藏寺，一路走来无非就是他心心念念大梦仍未醒的你我。就在莲生活佛出家的纪念日，真佛波野藏筹备近一年，预告将推出以下两套具有代表意义的书，向我们一生辛劳弘法的师佛致上最崇高的敬意。第一套是将曾历经青山出版社、真佛出版社、大灯文化三度出版的卢胜彦文集第56册《密教大圆满》再版。所不同的是，这次再版结合了莲生活佛于2013年6月2日至2016年5月28日以该文集为说法教本，长达3年所讲授的大圆满9次地法说法记录，合并集结共9册成套发行。由于书中完整说明了大圆满法如何由普贤王如来、五方佛等佛的境界一直传承到人间，而莲生活佛又是如何由莲华生大士获得大圆满法传承，为了辅助读者对这一脉传承有整体的认识，除了附上文字传承表外，亦将绘制传承祖师的法像附赠于书中，加深读者印象。此次发行是将莲生活佛有着来自甚深禅定清净的真实传承，本于其格式伏藏在脑中而自心流露的西藏密宗第一法大圆满法传法记录编辑整理后完整文字化出版，这是弥足珍贵值得永久保存流传后世的一套书。第二套
英莲生活佛在游历摩诃双莲池之后，使知自己是白莲花童子倒装下身，趁愿来度众生。由于是摩诃双莲池在人间传授秘法度生的因缘，所以才称真佛秘法。真佛波野藏一家莲生活佛出家当年开始陆续撰写修持真佛秘法皈依必读的真佛密中密、真佛法中法、密藏其中其、佛王之王四本书，加上选择真佛秘法修行者犹如驶上高速公路，一路无障，通行无阻，直达修行成就目的地的真佛仪轨经，一共五册，更新封面、校对、排版、绘制手印而再版。这是莲生活佛弘扬真佛秘法具有代表性的一套著作。同时波野藏以真佛密中密、密藏其中其、真佛法中法、佛王之王四本书所使用莲生活佛的画作制作靠枕，意欲皈依莲生活佛就让您有了终身的依靠，也意味让真佛秘法成为您终身的依靠。以上两套书及您终身的依靠即将于2022年6月2日第30届台湾台北国际书展正式发行，欢迎全球各地向订购文集单位预订。大圆满套书也欢迎您注印赠送世界各地道场及弘法人员，订购及注印详情请上真佛波野藏网站上查询。等一下 我有个问题。怎么现在轮到你问问题了？嗯，没错，我看到你那个终身的依靠，那真佛波野藏的终身依靠是什么呢？用膝盖想也知道啊。哦，好厉害哦，用膝盖也能想。哎呦，你这是什么问题？在真佛波野藏里只有莲生活佛一个作家，我们不依靠莲生活佛那靠谁呢？那再给我问一个问题，吴师尊如果不写书了，你们怎么办？你这次可以用脚趾头想一想。偶像耶，他连脚趾头都会想。哎呦，真没脑袋耶，你这又是什么问题吗？一个出版社没有书可以出版会怎样？当然是关门大吉咯。所以莲生活佛就是波野藏终身的依靠啊。眼看莲生活佛卢胜彦文集就要冲破300本大关了，波野藏会很荣幸的可以陪同法王作家一同走向第300本文集的新里程碑，同时继续追随法王作家向400本文集历史记录迈进。所以我们衷心祈愿卢师尊健健康康、快快乐乐，每天文思泉涌，因为您是真佛波野藏永远的依靠。对，卢师尊，你也是我们所有弟子终身的依靠耶。愿你每天写文章像挤牙膏喝的一样简单，我们会买书看书一直永永远远买下去看下去，您要继续写哦。而且最重要的，我还要跟您学习到底 你怎么用膝盖用脚趾头去想呢？你真的是好厉害哦。最后请问大家，谁是您终身的依靠呢？啊，好，很感谢真佛波野藏团队这么精彩的一段影片，很感恩师佛。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影片是由中委会的一段影片。人生出家才开始，师尊，您今年才36岁呢，祝您36岁生日快乐。师尊的金刚棍一级棒，希望天天都能看。
不论是单杠还是双环，师尊都是 number one。 大哥，这是荡秋千，您放错照片了。师尊永远那么自在，是我们心中的大帅帅。如果弟子喊救命，不管我们在哪里，师尊一定来给力 power。 不管我们年纪有多大，师尊永远把我们当小孩疼。师尊教我们吃饭睡觉都能修行，我们天天跟着做。师尊说修行也需要工作，师尊赐福万万良，我们丰衣足食好幸福。精进修法学专一，师尊口诀不能忘。师尊教我们天天要感恩，平等是众生，随顺去度众。感恩师尊的出家，点亮了我们心中的那一盏灯，清净了我们的心。师尊，好多好多的莲花童子相聚在一起，一起歌唱。莲花童子见金仙，落花虚空左右旋，微妙天音云外听，静言极乐胜诸天。师尊，您听到我们熟悉的歌声吗？请您要答应我们，请您注视九九九，广度众生无遗漏。为恭祝根本上师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出家36周年纪念，真佛宗世界宗务委员会发起全球道场长寿佛法会，持诵长寿佛心咒，并点供请佛注视心灯。全球共有63个道场在世界各地起建法会，一心请佛注视，感恩根本上师的大加持。敬献哈达，请大家恭敬合掌，请释莲语上师代表全体弟子向法王圣尊莲生活佛敬献哈达，以表最崇高敬意。
请大家恭敬合掌，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做宝贵的法语开示。我们敬礼传承祖师，敬礼了明和尚，敬礼沙迦正空上师，敬礼十六世大宝法王卡玛巴，敬礼图登大吉上师。我们敬礼坛城三宝，敬礼今天同修的本尊，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如来。师母，丹增嘎措图登西地，各位上师、教授师、法师、讲师、助教、堂主以及各位同门，还有网络上的同门，大家晚安，大家好。你好，大家好。爱是德鲁，相当的。Hola, amigo. Que quiero mucho. Scoin. 一起吧。気持ちいい。ジュミ。ヤピ。プリンプリン。こんばんは。啊，今天我们看了这个正活部业藏，还有中委会制作的这个动画，啊，有一个感想，这个他们都现在啊都做得很不错啊。其实不管是写书、说法，其实任何一个单位都是要有文献啊，都要需要有文献啊。现代的社会啊，如果没有文献，没有媒体的宣传，那是这样子讲的，没有促销就是报销，而在现代的这个整个社会都是靠这个宣传跟文献，其实你文章写的再怎么样，如果没有这个宣传，也是一样的，就是只有少数的人能够知道里面所含的金跟玉。你如果有文献的话，这个宣传很重要，那让更多的人看到了这个可以讲把佛法
能够传遍，其实也是需要靠这个文宣的。所以这不只是说生活部业障的工作，也不是中委会的工作，生活中所有的事堂会，甚至于每一个弘法人员，甚至于每一个弟子，都是需要的。啊，不，这不只是中国波业障的事情，也不是中委会的事情，而是所有生活中的事堂会及弘法人员及所有的弟子都要做到的。这样子呢，才能够将把真正的佛法传遍五大洲。那今天我们是修这个阿弥陀佛的法，其实阿弥陀佛他的西方极乐世界大家都知道啊，几乎学佛的人都知道，因为有阿弥陀经、佛说无量寿经啊，无量寿经这个往生论这些经典。那么我们也知道，在西方极乐世界有三位依孤主，就是阿弥陀佛、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那里有四个净土，合起来是西方极乐世界，最高的是常寂光土，再来是十报庄严土，再来是方便有余土，再来是凡圣同居土。你净业把业障消除了也可以往生，你带着业你也可以往生。所以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是可以讲凡圣都可以往生的，那是最好的一个世界，最好的世界。所以你看我们八大本尊第一尊就是阿弥陀佛，那师尊就称他是佛王，因为他所度化的众生是最多的。我先讲个笑话吧。法官在法庭上讯问证人，法官问他：“你曾被逮捕过吗？”这个证人回答：“没有，法官先生。”那么你之前你有来过法庭吗？这个人证人回答：“没有，这是头一次。”
法官就讲，你这张脸啊，很熟很熟，非常的熟悉，我一定在哪里见过你，而且不止一次。这个证人回答，啊，我以前是在一家汽车旅馆当柜台。这法官一听呢，好了，你回去了，没话说。哎，法官也是人，5岁的儿子第一次来到动物园，走到了黑天鹅区，高兴地跟爸爸讲：“爸爸，你快来看，看什么呢？”这位5岁的儿子跟爸爸讲：“那就是我们常常吃的姜母鸭。”哎，姜母鸭是黑色的吗？是不是？啊，现在讲了，这有一只壁虎，这个掉到了一个鳄鱼池，他快要没命了。这个是壁虎啊，急中生智，他一把抱住鳄鱼，大叫，大叫什么？叫妈妈。这鳄鱼认住了，立刻老泪纵横。儿子啊，你怎么会瘦成这样？叫你不要玩股票，你看你被折磨成这样子。你看玩股票，有人玩股票，玩这个虚拟的这个货币。本来是鳄鱼，小心呢，会变成壁虎。也有一个笑话，我记得很好玩的，这个壁虎到底是不是老虎？啊，壁虎当然不是老虎啊，但是它有一个虎字，它有一个老虎虎字。所以我们称这个怕老伯的人都称为他是壁虎。他也是老虎，不过家里的母老虎是真的是母老虎，只是我们是壁虎。那现在进入主题，马来西亚莲花干民问的弟子，请问师佛，地藏四部经包括了《延命地藏经》、《除本愿经》、《释迦牟尼佛说经》的个别缘起，其持诵功德分别是什么？
许多弟子因为本愿经太长，可以用延命经取代吗？其中延命经中斩恶跟斩善同旨，有心咒，和本愿经二同旨没有关联。许多弟子因为本愿经太长，可以用延命经取代吗？其中延命经中斩恶跟斩善同旨有心咒，和本愿经二同旨有没有关联？哦，这个地藏菩萨有一本经，就是《地藏菩萨本愿经》嘛，哈。他因为本愿经太长，可以用延命经取代吗？我告诉你一件事情，照理说是不可以，照道理来讲是不可以的，不可以用地藏菩萨延命经取代。我记得有一次印顺导师他住我隔壁的时候，我曾经拿了几本经典给他看，给印顺导师看，其中我就有一本，就是那个叫什么经典呢？什么业障差别经？有没有这本经？啊？啊，三茶轮业报三恶经。哦哦 ，OK， 反正你们讲出来就对了。我记得有这本经，我拿给他看，拿给印顺导师看。那也把延命经拿给印顺导师看。印顺导师是这样子讲：这些经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讲的，他只讲不一定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可能是伪造的，后人伪造的经典，所以不可以随便相信这些经典是佛说的。例如像《高王观世音经》，那就不是佛说的，那是一本梦兽经啊，就是一个这个活菩萨在梦中给一个人指示，这个人本身写出来的经典，这个叫做梦兽经。梦兽经不是释迦牟尼佛讲的，所以延命经按照印顺导师讲，不一定就是佛说的。我记得有一个这个中国有一个很有名的这个佛学大家，姓吕，吕呀，吕布的吕。好，对，李成，他就讲过一句话，他就写了一个，好像写了一本书吧，叫做《楞严百为》。他从《楞严经》里面，《楞严经》里面找出100个。有疑问的地方，所以称为楞严百为。但
很有名的经典呢。那李成他也讲出说，这个是他说那个根本那个句子啊，翻译出来的句子太有文学味道，在古代不会有这样子文学的味道的这种经典的。所以他认为是有疑问，我们不敢随便讲。啊，师尊虽然可以问活菩萨，但是也不敢随便讲。因顺导师在读经方面也很严肃的，他也研过这个，学习过这个印度佛教思想史，他懂得非常的多，学问非常的渊博。印度佛教思想史是他本身写的，所以《地藏四部经》其中的《延命地藏经》、《本愿经》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是没有错的，《延命经》那就不太，我们不太敢讲。因顺导师是这样子讲的，所以不可以取代。不可以取代，虽然它比较短，但是不可以取代。至于长二长三童子跟本愿经的二童子有没有关联，那居然经典都不可以取代了，我们就 不要讲说有没有关联啊，不要去讲说有没有关联。你如果读地藏经的话，你就读地藏菩萨本愿经，那是大家公认的。延命经就不敢讲。比如我们读经，像师尊讲的这《金刚经》，那是 大波叶经、哦、广经典都有广、中、略。广，广的话就是《大般若经》；中就是《金刚经》；略就是《心经》。啊，这是大家公认的。但是《延命经》，很多佛教界的这个长老，有些不认为那是佛说的。那既然这样子呢讲的话，当然是不可以取代。至于这延命经中的两个童子跟本愿经的两个童子有没有关联，那就另外一个问题了。啊，我只能够这样子跟你回答啊，马来西亚的。那我们今天讲这个《金刚经》，法界通化分第十九。我把这个第十九整段念一遍，因为是很不是很长。悉菩提，一意云何？若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世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悉菩提回答：如是，世尊。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佛陀又问：悉菩提，若福德有时，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就是这样短短啊，短短这样子几句话，这一品就完了。法界通化分第十九，你看
这段文字跟第八品啊，这个《金刚经》的第八品，第八品是不是有相同的地方？第八品他讲的是这样子，他说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也是谈到福德的问题，但是第八品当中所讲的是以这个来跟受持读诵《金刚经》相比较，哪个福德多，哪个福德少？你这个有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这个人福德得的当然是很多，但是仍然输给受持读诵《金刚经》者。这是第八品的比较。那么这一品呢，第十九品，它是以这个样子来做比较。悉菩提，若福德有十，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这就是佛陀所讲的答案。如果福德是有实在的、实际的，如来不说得福德多。实在有福德，为什么如来说不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福德是没有的，所以如来说得福德多。这个一般来讲读经的你们能不能体会到佛陀到底在讲什么？这就是佛陀回答的问题。悉菩提已经讲了得福甚多，但释迦牟尼佛跟悉菩提讲，若福德有实，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如来说得福德多。这是在说什么话歌啊，这股上面意思能解的，哇，这次有奖，哇，是真巴拉哎，财神呢，还加上两个这个两个以前的这个钱呢，哇，这一条蛮珍贵的。哈一口气，能够讲出来的就给他这一条，就是这一句。好，大师，顶礼师尊，《金刚经》佛陀是为发大圣的人讲的，发大圣要得到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最高等正觉的人讲的，所以宇宙的法是不生不灭、不断不长的，是像虚空一样，甚至连灰尘你都看不到的。那你修行，你要无量的度众。度了众，一直度，一直度，根本没有时间来想我度众了，根本没有时间来夸张来去计算，
就像这一位皇帝说他盖了多少庙啊，他有没有福德，人家说你没有福德，达摩说你没有福德，所以可以计量福德不算多，你可以去算我这个福德那个福德，那我都这我这个是真实的福德，我盖了庙，我捐了柱子，我捐了什么，可以计量的，他就不说你多了。所谓福德就是你做了不讲不讲不讲，一直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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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有福德，无量的福德，那个才叫做多，那个才是真的福德。这就是《金刚经》的真理，就是无住的布施，无相的布施，无住的生活，无德的修行。你这样去做的时候，这些功德是看不见的，自己也不讲的，像虚空一样多，那才叫福德呀。感谢师尊。对啊，这个讲得很正确啊。那这一条又是给你的。好，释迦牟尼佛讲这一句，你不要按照他的经文。刚刚大师已经讲了，真正有福德的人，从来不去讲福德，这个就是无助。你无助去布施，我不是为了什么去布施，不是为了福德才去布施的，这样子就是福德多。你如果是为了什么而去布施的，那个福德就少了，甚至于没有福德。这整段句子就是无助。释迦牟尼佛在教大家无助相布施，无助相布施。那个第八呢，是用比较。若人满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以用布施，功德很多。没有错，西菩提讲的也没有错，功德很多。但是还输给念《金刚经》、读诵《金刚经》、受持《金刚经》的人，那是两个比较，两个比较。这个第八品，意思就是两个人在比较，就是两个比较。这一回讲的是无住相布施，那个就是福德多。有住相布施，如来就讲，如来不说得福德多，因为那个福德有限。所以我们不管做什么事情啊，不是为了福德去做的，我们按照自己的修行的本分去做，也不求什么回报，那个才叫做福德多。如果是为了什么而去做的，那个就是如来不说得福德多，以福德无故。根本就没有福德，所以达摩祖师才讲说，那个像梁武帝，他建了那么多的寺庙，他在这个南朝啊，南朝的时候建了那么多的寺庙，养了那么多的出家人，
结果他问这个达摩祖师说，我这样功德怎么样？他说好，一点功德都没有。达摩祖师讲，一点功德都没有，你是为了功德去做的，那哪还有什么功德？根本就没有功德。所以我们是不为什么而做，叫无住相布施。你不是为了什么而去布施的，那个功福德多。你为了什么而去做的，就是没有功德啊。这非常的简单，这一段文字非常简单。他为什么标题是《法界通化分》第十九？什么是法界通化？什么是法界通化？标题为什么用法界通化？如果按照这个，按照这一品第十九品，题目应该是福德有无分。第十九，他为什么要借法界通化分？标题为什么叫法界通化？法界通化跟福德有无有什么关系？当然有关系了。如果以法界通化来讲，哪有什么福德？整个法界，我们随便讲一个好了，月球、地球，这个还有太阳系九大行星，太阳系九大行星，哪个地哪个球，哪一个球啊有福德？我问你啊，哪一个球有福德？海王星吗？冥王星吗？火星吗？月球吗？地球吗？你地球啊，有什么功德？地球不过是在这个九大行星当中，你也算是一个行星吧，也算是一个行星。法界通幻，我们讲太阳系就好了，不要讲到整个法界，通通都相通的，都是这样的。你知道有多少法界吗？听说有100个太阳，我们这个太阳系只是其中的当中的一个太阳系，旁边还有结界，你过不去。这个太阳系以外，另外还有的世界，你根本过不去。去到那里就尽头了，没有啊，你进不去啊，因为那个大气层比那个围着地球的大气层还要厚还要沉，没有一个东西能够通得过的。你整个太阳系都没有什么福德，你这个小小的一粒沙算什么福德？我讲了，那月球上，我们知道月球上连一个人都没有啊，那大家也从来没有发现过月球上有生物啊。我问你啊，在月球上有什么福德？你讲给我听啊，月球上有什么福德？
那么反过来讲，你地球上有什么福德？你看那个苏俄跟这个啊、跟乌克兰，苏俄跟乌克兰两边战争，那不过是粪坑里面的两条虫在那边打架。啊，粪坑里面的两条虫在那边打架。在宇宙看起来是根本是没有这种事的。所以你眼光大，你如果知道佛法，佛法是真的是广大无边的，佛法无边，我们常常讲佛法无边，没有边际的，佛法无边就是法界通化，法界通化。我小时候啊，有看到这个红蚂蚁跟黑蚂蚁两边的蚂蚁打架。我小的时候，那个家里住在高雄林森横路那个台湾电力公司的宿舍啊，那时候还没有什么那个，但是蚂蚁爬来爬去，常常看到你掉一个糖下去，很多蚂蚁马上就过来了。在台湾也有这种现象啊、哦，你这个掉一个糖在那个。好像有蚂蚁就过来，有没有？有蚂蚁就会过来啊。所以我家里哦，那个我们那个中庭，我家那个中庭，啊，红蚂蚁跟黑蚂蚁两边打，哦，打得很激烈，这个真的是血流成河。血流成河啊，这个尸体啊，那个死掉的蚂蚁啊，遍布啊，还两边蚂蚁，哇，这样子红的跟黑的互相咬，哇，我是加速他们的这个，我个人就那时候小孩子啊很顽皮，两边蚂蚁在打架，结束你们的战争。我就拿了几张纸哦，给它放在那里，然后这边点火，那边点火，就是两边烧过来，哇，全部都死光，害我现在都超度的不完。那时候不懂啊，就看到蚂蚁这样子走走走走走走走，哇！那边蚂蚁走过来，那边蚂蚁走过去，在围墙旁边就放了一些纸，然后这边染，这边染，就一直烧过来，就哇，死横遍野。你看，有人知道。那你们知不知道这种事？知不知道？小时候这个用纸烧过蚂蚁的几手，还不少人烧过蚂蚁嘞。真的，我那时候囡仔吼，囡仔人作业的，作业的，看到迄高兄弟诶。围墙旁
围墙那边线那边爬，这样子就用纸，用纸，然后这边烧这边烧，让它走投无路，然后全部都烧成一堆。你用 DDT 喷的、啊，哦，啊，你用热水灌蚂蚁洞，哇，这个更残忍。我问大家。跟天地神子有什么关系？真的，跟很小的生命呢？你从蚂蚁的生命，再看看人的生命，其实人的生命也是很小的生命呢。现在人命也不值什么钱了。人命也不值什么钱，你看那个战争一来，很残酷啊！我们都觉得说，哎呀，真的不需要有这样子的战争，死的都是同类，物以类悲啊，同样都是人类，何必相残？那有这种想法，这样，但是人呢，有时候也是自作孽。那搞什么那个核子弹呢、啊？搞什么那个什么化学武器呀、啊？化武啊，化学武器搞化也，化学武器，化武，搞这个核武。你自取灭亡嘛，那是自作孽，自作孽不可活啊！你看，就是 COVID-19， 就已经把人类整的都差不多了啦。学生不像学生，上班的不像上班的。像我们红华的都走不出去，以前世界跑的红华到世界各国去红华，你看锁国的锁国，要进去都难啊，那被关了两年，这个COVID-19 已经被关了两年了。那关到最后，那学生哦，就真的讲了一句话：“呆若木鸡呀、啊。”在家里关了两年，学生被关了两年。那上班的关在自己家里上班。像这个 Microsoft， 他还没有完全说到公司去上班吗？还是没有啊？有的还是在家里上班，在家里上班了、啊、两年了，没有跟同事见面了，我看精神都快要完蛋了。那人跟人不能互相来往啊，那一种那个。那种萎缩，心灵的萎缩，真的是很残忍的。所以你看，这个标题就是“法界通化”，法界通化，佛法无边，广大无边的法界通化，都是这个道理。所以你们体会了什么呢？现在体会了什么？心量那么不要那么小啊！
心量大一点啊，没有不可通融的事情，没有不可宽容的事情啊。你心量真的小得像蚂蚁一样吗？一定要打架吗？心量放宽啊，不要眼睛像绿豆眼。师尊眼睛啊，这个本来是很大的，现在这个眼皮啊老了以后就下垂，眼皮下垂就更像活菩萨了，成了一线。很少活菩萨眼睛张得很大的，都是眯眯眼这样往下看。我不是绿豆眼，我眼睛是很大的。人不要像眼睛，不要小像绿豆那么小，眼界那么小，法界无穷尽，法界通化，佛法广大无边，很宽大的，千万不要学蚂蚁，千万不要学乌龟。乌龟两个眼睛只是看自己前面，这个心量大家要学宽容啊，佛法是宽容，是广大无边，心量广大无边，都可以包容的。人就是啊，不能够宽容，国家跟国家之间才会有战争；不能够宽容，家庭跟才会有革命。不能够宽容，人跟人之间才会有仇恨，才会有仇怨。所以师尊学习的是这样子，对每一个人都好，包括那个人很坏，我还是要对他好。所以师尊曾经在法座上，在台湾雷藏寺讲过一句话，卢师尊绝对不会去告人家。为什么我不告人家？那时候连吉上师就在旁边，我下法座他就跟我讲，你错了，人家会告你，你不告人家，人家告你，那算我倒霉啊。没关系，让人家告吧。我告诉你啊，告人家会给人家痛苦，你告那个人，那个人一定很痛苦，他一定要想办法解决这个关系，他一定会痛苦。所以我自己也忏悔啊，我以前写文章也批评过人，我批评人的时候，人家一定很痛苦。所以我以后就不跟鬼伯罗雷咪啊，我就不用再每一年跟他这样罗雷咪，何必呢？写那五本书。对吗？错吗？真的没有办法分。还有我以前写过《金刚怒目集》啊，批评了很多人，也批判了，也批评了凌云，也批评了佛光山的星云。怎么都是云？不应该。
不应该。所以要批评的时候啊，要记住，不能给对方痛苦，不要给人痛苦。所以我在法桌上讲，我绝对不告人，因为被告实在是很痛苦。所以我不告人，就是我在台湾雷藏寺在法桌上讲，我不管受如何的委屈，也不可以去告人。人家耶稣也是这样子讲的，我的咕噜耶稣也是这样讲啊，要爱你的敌人。所以这个是佛法，耶稣讲的是佛法，爱你的敌人也是佛法。很简单讲，法界通化。有人问印度的诗人泰戈尔三个问题：什么最容易？什么最困难？什么最伟大？泰戈尔回答：指责别人最容易，认识自己最困难，不求回报的爱最伟大。你看泰戈尔讲的这几句话，就是今天师尊讲的法界通化。批评别人、指责别人是最容易的事，认识自己，你有没有认识自己？你脑海里面的念头啊，你有没有认识自己啊？最困难，不求回报的爱最伟大，就是今天《金刚经》里面所讲的无所住布施。不为什么，但是我布施，我不为什么去布施，无所住的布施。泰戈尔回答的。我以前是写新诗的，泰戈尔的新诗，他有的他的诗集，泰戈尔的真的是很伟大。啊，今天就讲到这里，阿弥陀佛。非常感谢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宝贵的法语开示。雷藏寺有以下服务法务活动向大家报告：明天3月13日星期日下午3点，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在彩虹雷藏寺主持不空捐手观音菩萨护摩法会，讲授《金刚经》，赐授不空捐手观音灌顶及光明真言和不空摩尼供养真言灌顶。彩虹雷藏寺周日开放时间是在下午1点，敬请出示疫苗接种接种证明。进入室内者请配合全程戴口罩，请不要摄影及拍照。法会现场有中英语网络直播，欢迎大家 参加同沾法喜，共沐佛光。详情请参看彩虹雷藏寺网站查询。还有温馨的提醒大家，西雅图夏令时间已到，请大家今晚睡前拨快1小时。请新皈依者到坛城前长跪，恭请法王圣尊莲生活佛为新皈依者做皈依灌顶。Om Guru Lien Sang Siddhi Hum Om Guru Lien Sang Siddhi Hum
王圣尊莲生活佛加持大悲咒水即为佛像开光。顶礼坛城做观想大礼拜，一拜根本传承上师及诸佛，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二拜诸菩萨，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三拜诸护法金刚，嗡啊吽观想顶礼，回天心三印，是平等以起手。现在我们西雅图雷藏是准备出家日的蛋糕，我们恭请师尊切蛋糕。36年前的今天，圣尊莲生活佛发下大弘誓愿，追随佛陀的法教剃度出家，从此以殊胜的真佛密法度化无数的众生。感谢师尊平等无私的教导，让我们能明白，能觉醒，能早日回归佛性的大海。我们一起唱生日歌。他们唱，一边唱。师尊出家快乐，师尊出家快乐，师尊出家快乐，师尊出家快乐。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师尊， Happy birthday to you。现在我们请师尊许愿。谢谢师尊，请师尊吹蜡，吹蜡烛。现在请师尊切蛋糕。无限的感谢师尊，在今天这个对全球真佛弟子别具意义的日子里，让我们一起祝福师尊出家日快乐。谢谢师尊。
好，现在我们恭请师尊加持大家。